欢迎阿基师，阿基三你好，你好，老叔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哎，今天要做阿基师的家常菜。阿基师他们家跟我们家不一样，到底差在哪里？赶快看看今天要做什么料理。阿基师，今天要做什么？三百鱼头。哦，三百鱼头，阿基安怎煮？最近哦，三百鱼头，我伫菜市啊看到咱大村的。对啊。迄菜单拢安尼一盘安尼一百块，我互你一堆安尼咧。哦，安尼好啊，今天一人一只。嘿，看咱提汤也是要煮汤，也是要安怎拢会使。好，那赶快看看狮尾鱼头怎么煮。对，咱今日是要用青的红线。青的青。青鱼头，嘿，青鱼头哦。嘿，毛有点红烧的感觉。红烧，那个红烧一般有放几项物件吗？用这项钓鱼才实战哦。真正有放这项物件吗？就是算无真正，今仔日嘛唔敢买，就真正的啦。这项物件我唔捌看伫红烧内底。稍等，人家照出来，我大家看。哦，安尼。好。稍等一下，卖个关。好，啊，咱即摆先看这个鱼头吼。好。咱买回来了后呢，咱注意看吼。这个是咩毒啊？是爱安怎切啊？安尼就好啊。哦。安尼一边。哦，这样子接。哦，再一个脆皮安尼吼。来，对红粉啊，加一把安尼有哦。我上面呐。嘿。哦。好。哎，你看这一盘呢，才100，对不对？嗯。便宜啊，而且又营养成分都在这里，不用再去吃鱼油啦，吃鱼头就好啦。哦，好，我今晚好来，观众朋友注意看哦。好。啊，这块鱼头爱紧对不？哎，无，唔通紧哦。唔通紧。我爱紧哦。哦，啊，那你今晚是夹揪哦？我今晚用揪先紧一下，揪都爱紧啦。为什么揪爱紧？揪咧紧哦，油较滚一点嘛，伊真紧酥的。哦。真紧酥，揪紧个盘块特别较无同款。哦，啊，变揪油就对了。嘿啦嘿啦，变揪油。啊，但是油会当底臭臭。哎，对啦，但是咱无要用这油去烧遐鱼头，无啦。哦。无，咱今晚。刚才直接煮只姜吼，甲姜吼酥酥。姜袂少，姜袂少。爱较济咧，我甲你讲，黏面吼，上好食就是鱼头甲这个姜尔啦。哦。啊，今仔日这上奇怪就是讲哦，我刚才煎姜，蒜头我不爱煎哦。一般唔是拢爱煎蒜头。唔爱。咱用蒜头煮水鸡汤，你看汤偌甜的。啊，蒜头轻轻落煮，咱卖煎哦，加迄个姜粉哦。对这个鱼头更加有帮助。哦，安尼哦。嘿。今日无要进。好来哦，来妈妈，咱出去看，我头拄一大把，姜进进剩半把啦。哦，对对对。哦，规个揪了了。但是这个时阵，这个姜哦，偌香的呢。哦。真奇怪哦。嘿，这不是用白的，你用白的无才叫白干呢，对。对啊，姜是很耐的。对，很耐炒。对不？对对对。阿伯控。对，我只把干那冰干那揪尔。连葱啊，我嘛不爱煎。啊？有诶，像我葱啊，甲煎哦，翘唔翘唔哦，唔通。葱啊，讲内底水汁咧是上好，即个甜头的来源啦。哦。好。后来啊，妈妈，咱即马注意看吼，即马姜安尼煎甲干干哦。嗯。来，我甲变起来。好咧。哦，啊，一般像即个油吼，咱拢爱另外底哦。另外底有啥物好处呢？人家米线沙沙，咱就用这个油去搅拌就好啊。姜的味哦，哇，比你掺麻油较正。好，来啊，今麦点点，搁淡薄仔油剩的吼。来，咱只蒜头。好香一些啊。唔免遐济啦，咱唔传较济吼。来啊，咱干阿咧炒一下就好啊。好，用这个肉。哇，我们今天用这么多的葱姜蒜来烧这个鱼头，一定很好吃。对，够味。嗯。好，阿咱今麦阿咧炒好了后，火先加金加细咧吼。嗯。来，阿咧白白泡泡好来，咱这个鱼头。好。哦，刚才面层诶。哦，那个煮底啊吼。嗯。刚好六个。打掉一把，我告诉你吼，打败不挺气。好，来妈妈，咱这边注意看吼。好，咱就把这炒胖的遐个物件吼，这边首先来烧酒甲火一下。酒，好，开心啦。烫开 OK 吼。来，水哦。哎，阿门够导游吗？稍等嘞，明天赶紧放。我这边来。即摆咧鱼肉，即摆才一个水嘟嘟一半的量尔吼。啊，你这都要煮鱼汤出来啊嘞？对，但是即摆一半只鱼汤伊连伊也缩较干啦，咱唔免遐赶紧放咸。哦，煮鱼啊淀粉先甲调出来，煮出来以后，咱即摆再来落咸吼。哦，迄个汤头才是有趣味哦。哦，好来，
咱头拄啊，迄项物件爱真慎重甲请出来咯。来，到底阿基仔砍的是啥物皮包来切？看，硬皮啊！放这个来哦，来妈妈注意看哦。哎，有些真的跟鹅啊啦，跟沙巴鱼啦，嘿，金虾，金虾。好，那现在在烧的时候呢，慢慢汤汁香度烧出来了，我们开始下调味料。调味料，来加冰糖，麦收济哈。哦，好。导游。好，安尼就好啊。继续烧。嘿，五分钟了，来看看。哇，哎呀，哎，我们铺在下面都湿起啊，都在下面呢。嗯，拢伫内底。嗯，哇，入味入味入味。啊，即卖来加几个蒜头、葱啊、姜蒜，口味拢伫下底层这个吧。对。面顶加，你莫看伊无味哦。鱼眼窝加，你来咪加这足赞的。是。那现在起锅之前呢，来咱高蛋挞和落来。哦，翕者。哦，吸起来哈，面顶一点点的绍兴米酒提味，胡椒粉，撒一点点的香油，后来，哦，好香，大概吸起来哈，这嘛，哇，高蛋挞的味哦，好吸好吸啊呢，哦，那高蛋挞什么的，啊，香香香香香，所以这个就是呛，呛，呛的意思，呛。火字旁一个仓，哎，这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很好。哦，真的。哎，妈妈来注意看哦。好简单了，你看从头到尾都没有盐，就把它铺好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哇！来，家弟，你看，轻轻剔剔，原汁原味就是安尼。原汁原味，青皮桃来试吃。因为这哦，就是要吃这一块，下巴有这点好吃啊。嗯，另外把酒店还这点配。嗯。球那么球那么，你我手脚都要自己穿的高高啊。嗯。爱穿皮条，爱穿皮条。但今嘛，大块的雪饼，对不？啊，加在姜，啊，加上光在姜好吃。嗯。这真的味。甜。嗯。这豆油加糖的丁要炸进来的。那加一点盐行啊。嗯，啊，你刚才这蒜头起来拢甜甜啊。嗯，所以今天配就是盐行啊，红烧也可以放盐行啊。其实这样加是很台湾味啊。对哦。对不？对哦。就葱姜蒜，然后再加一点盐行啊，拿干丹，你竟然这个味道是我们台湾很能接受的味道。冇唔对，啊，而家不管你吃蒜啊、吃葱啊、吃姜，口味拢足够的。啊，蒜头也甜味出来，就迄个辣味都不见。对。啊，你也感觉我面顶敢那无咸哦，其实唔免烦恼，下骹的味拢有够啊。够。有上次鱼的清蒸，然后等一下清蒸鱼的感觉，可是咸香就在下面，对，这两种味道你都有吃到。对。好，气泡没有啦，还不错哦，味道就是觉得，刚刚再来一点苦桃味都不敢沾的，看见不？对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。